今天来一只游龙，哇，漂亮吧？看一下肉肥不肥啊？这肉太结实，哎呀，哇，哎呦，我的，哎呦，这个肉特别紧实啊，壳也很脆。今天来个吃个不一样的，这是大椰子螺，也叫大油螺。哇，看一下这个啊，等等把这肉给它取出来啊。哎呦呦，我的天哪，筷子直接断，徒手掏吧，要是取不来了。哇，哎呦，好，大肉出来了，尝一下它的口感啊，这也太结实了吧。嗯，这个肉很脆，香，今天再来只虾鸡，虾鸡有的手掌大多了，跟脸一样大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虾好是个母虾带膏的。太香了。